可以参与这么有爱心，然后呢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呢我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些贫困的小朋友，然后呢需要爱需要家小朋友，然后我们其实都也出一份力。其实我们之前说到了哈，今年呢已经是我要上学的第11个年头了。那我接下来呢，我来跟严爵跟各位一起，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年来做的这个我要上学活动的一些历史的回顾。好。